那什么办法？就是把那个我们刚刚下载之后啊，特别重要。下载之后，我们是把它放在下载里面的全省邮局地址。那里面的话就会有这25个档案。那打开来的话，其实它的架构大概就是一个好像什么局号吧，那什么一个什么号，然后再来就是一个它的局名，然后再一个地址。OK 哈，我现在台北县现在都不限新，这个资料可能比较旧一点。那再来的话呢，另存新档，确认一下啊，它是 ANSI。所以有 encoding 哦，你就不需要再加了，除非它是 UTF-8，从那个像我们刚刚是从 Google 下载，它就 UTF-8。那如果 NSI 的话，可能就是它这个是用微软的其他的那个程式所做出来的哦，所以 encoding 就不需要额外加。好，那再来的话呢，我先 demo 一下给各位看哦。如果现在快速的把它合并在一起的话，其实程式非常的简短。大概只要十几行吧，就完成。那里面重点就是 open 应该知道吧？把它打开嘛。打开来之后的话，做什么呢？打开之后的话呢，就是这个是其实这个地方是开那个有一个目录档因为这个地方我跟各位方法好几个如果说你假如说没有别的好方法，你可以什么产生一个目录档，有没有？然后目录档的话呢？分别把目录档里面的这个名称呢，把它放到哪里呢？放到我们回圈里面，把它跟什么？跟我们的路径串接在一起。然后呢，开启用 read 哦，为什么 read？因为其实我只是把它全部读出来。读出来之后的话呢，再用 write 把它写出去，有没有？这边是开档，这边是写档。写的话特别重要，这边读是用 R 模式，有没有？写的话是什么？用 A 模式，A 模为什么 A 模式呢？如果用 W 模式，它就一直改嘛，25个档案就留下最后那个而已。那 A 模式是什么？一直写到最后面去的意思哦。OK，然后回圈跑完之后就合并完成了。那我跑一次给各位看，执行，好，合并完成。那合并完成之后的话，当然哦，可以在这个目录底下会有个 O 点 TST 哦，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档。哎，有了，在这里。然后档案你会发现，会比其他档来得更大。为什么？它是把这些合并完的结果。85.1，对，86，对，OK，打开来。那你会发现三重完之后的话，应该就什么？就中立了。哎，中立在这里，有没有？中立再来就是台中，以此类推。也就所有的资料呢，通通都把它汇整在这里了，很快就汇整了。那未来当然哦，你可以再思考啦。如果可以汇整嘛？然后汇整完之后，最好还可以学什么？把这些旧的都删掉。删掉完之后呢，再把什么？这个再分割。哎，因为工作上很常遇到档案的分割跟合并。OK，所以我们先做合并。合并完之后，待会也许跟各位再教各位什么？把它删除。删掉之后有没有？哎，如果我要再分割，就再把这些分割完，那再把这删掉，哎，不就 OK 了？那至于要怎么做，首先的话，那我分成几个步骤来跟各位做说明，几个方法啦，因为方法很多，那我先想到第一个方法，因为以前很常常会用的方法，先跟各位讲，这个 DIR 这个目录到底怎么产生的？首先跟各位讲一下，因为呢，我们将来，我先把这删掉，将来呢，我们会需要什么？需要这个路径有没有？加上这个档名。跟副档名，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档给开起来了。可是问题来了，这里面的话，因为我不知道到底这个目录里面有几个档案跟这个有几个档案，它的档名跟副档我不知道啊，那我怎么去开启它？所以这就问题了。我只知道它的路径在这边，但是它的档案呢我不知道。所以呢，我们有个方法哦，我教各位一个方法，以前蛮常会用到，用什么？用那个 CM，直接记得哦，在这上方点一下，打一个 CMD。CMD 的话就 command command 的话就是什么？其实哦，enter 就跳出什么？跳出以前所谓的那个这个 DOS 的模式了。那这个 DOS 模式有很多同学可能对它很陌生啊。不过这 DOS 模式有时候挺好用的。怎么说呢？如果我今天希望把这个资料夹有没有？你会发现啊。直接在这个上面打 CMD，它会自动帮我把目录带过来。
那意思就是说呢，哈，你直接在这边打一个 dir 的话，它会帮你怎么样，把这个目录里面的所有的名称啊，什么相关的东西都列出来，还包含什么建立目录的名称啊，的时间跟日期啊。可是我如果不需要这些的话，你可以打一个 dir，然后空一格斜线 b，斜线问号也可以了，问号就是，问他说。哎，那可是我 dir 的方式好几种，我不知道哪一种，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啊？我就 help 的意思，他跟你讲说啊，这里面哦很多方法哦，其中有一个是斜线 b 的话是什么？单纯格式，就是没有那些资讯摘要。OK，所以哎，好像是我们要的，所以你可以怎么样，在这边再打一个什么？打一个 dir 空一格斜线打一个 b 好，Enter。哎，你会发现哦。他帮我输出就这个，哎，这个好像显然就是我们要的结果，有没有？就是我需要个清单，清单指的是这个目录里面所有档案的档名跟副档名。那有什么方式呢？可以把这里面的清单输出成一个档案哦。特别重要，你可以打个 dir 空一格，好，然后斜线 b，输出成一个档案，你可以打一个这个。大于的符号有没有箭？有点像箭头，输出的意思。输出在根目底下帮我产生一个档案叫 dir 点 txt。好，这样子哦，这意思是说帮我把上面的这些结果输出成一个 dir 点 txt 的档案，enter。好，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呢，你当你 enter 之后的话啊，这一串打完哦，你可以看到这边会多一个档案，叫 dir 点 txt。你可以把这个点两下打开，你会发现哦，哎，里面呢就是会有我们需要的这个什么呢？哎，这个一个档名的一个清单都在这里了。那我接下来哦，其实如果我希望把这里面所有的档案合并的话，那我可以哦，从这边抓什么？抓第一个，然后跟什么？跟这个路径串在一起。然后用 open 什么？open 三重 open 完之后呢，把它 read，然后把它写出去，然后再来就中立南投，哎，以此类推，分别完成之后的话呢，那可以达到我要合并的目的，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OK 哦，所以第一步，请各位先试一下，先下载那个全省邮局地址。第二个的话，也许先试一下，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虽然。比较古老，但有时候还蛮好用的。我这一次也用它，不过有些同学对 DOS 不熟，CMD 点一下上面要打一个 CMD，然后在上面打什么？打 DIR，DIR 是把这个目录里面的所有这个资讯帮我输出，但是我只要精简的，所以斜线 b 空一格，帮我把结果输出成一个档案，叫 DIR 点 TST，Enter。好，这样就出来了。那你看这个 OK 了，那就表示你完成第一件事。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再拿这个里面的三重，OK，开起来，开档，然后斜档，开档斜档，OK，直到凤山为止，那就表示所有的资料都合并出去了。OK，那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来写一下。